Tomorrow? Tomorrow 没事情，周日。Good morning. 太长。Good evening. 有声音吗？应该有，看得见。早上好，老铁们。早上好，早上好。祝你们，祝你们六一快乐，今晚愉快，拜拜。祝你们六一儿童节快乐。早上好，老铁们。你觉得我头发可不可以扎个辫子？不行，扎个双马尾子辫。你只是找借口搞头发而已。没有啦，怎么会？I don't wanna be alone, be without you。对焦吗？对了呀。没对焦吗？对了吧？没对吗？所以我们加班是不是没拿上？拿上来了，哎，我感觉真是没对焦啊，真没对上了，对上了呀，现在才对上，我两个人他只能挑一个人对吧？现在都对不上你啊，你看到没？那升级才对得上，是对上的了呀，现在没对上，我看不见，现在对上了，远一点都没对上，看到没？神经，不知道，看不清。啊？哎，好啦 ，OK。哦。怎么不是自动对焦啊？怎么办？可能因为它是定焦镜头。他怎么不自动对了？哎，感谢鸽子窝啊，相亲相爱一家哥，感谢鸽子窝的保时捷。他不自动对了，不要放两瓶，这太多了。它只能就是说定在这里，它就会对。我好啦，我好啦。I don't wanna be。你看我到这里，它就是对的焦；到这里，它就不自动对焦了，感觉是什么模式调错了。老铁，等我一下啊！宝宝，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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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好了好了。I don't wanna be without you. I don't wanna be alone. 我要看看他能不能帮我搞的。好了吗？好了，重新调了一下模式。OK。我的妈呀！好了好了。
嗯，还有到你吧，应该还有到吧。上面那个溜出来，我那个搞笑。耶耶耶耶耶耶耶！耶耶耶耶耶！怎么了？耶耶耶！好了，他身体已经好了，放心吧。我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来着？酒精过敏的帅哥。我是一个酒精过敏的帅哥，我的酒品爆差，但是我爆爱喝。如果叫我喝酒，如果叫我喝酒，你就会死。嗯，我会掀起桌布给你一个巴掌，巴掌，然后吹成撒谎，拿阿姨叫我宝贝，男人自我保卫，对、yeah ，是吧？膀胱板露出来了，那没办法。警察，警察，我放个鸡在这里，这样子放个鸭子这里，他就会就是说，有一个他的那个什么东西了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。好点了，好点了。毕竟我们那个我的老公就是陪我，就是下楼就是走一下路，然后那个就是一起散了下步。嗯，在月色之下，两个长沙就是著名的恩爱 gay 子，是就是散步。对，嗯，很爱散步，很爱散步，碰到小狗拉屎。对，人没拉屎。没有吗？没有拉屎。好吧，真是多了。不是不知道，反正喝了这个藿香正气水之后，我就是很难受，越来越难受了。紧说难喝，紧说难喝，我觉得还好啊。真的好像是在喝硫酸，老铁。我觉得没那么难喝，可能是因为我没喝吧。真的难喝。到底是谁说藿香正气水好喝呀？我的老天爷子嘞，真的难喝，真的像在喝硫酸，喝那个更难受。对，就是天灵盖都给我顶开了，是不是？是的，一下子精神了许多。是的，那个麦当当的那个史迪仔我已经买到了，不好意思。在哪儿啊？在外面，懒得拿了。你买了5个儿童套餐，他只买了一个就有了，只有一个。你们想知道长什么样搜一下吧，我懒得出去拿了，不想动。掀起了你的头盖骨，让我来看看你。他只买了一个那个就可以了啦。对啊，有一个微甜的藿香正气水，我不管。我跟你说，我很那个的，我很强硬的，我直接我在那个备注里面写，我说不要不识好歹，给我拿一个史迪。怎么唱 rap 呀？对呀、啊，不要不识好歹，给我拿个史迪仔。Yeah. 不是说要说史迪奇吗？药油是什么东西啊？我现在对藿香正气水，我有那个东西，有一个刻板印象，就是说我真的很讨厌它，不管它是什么味道的，我都觉得它像硫酸。嗯，我不管。当然了，我不管，就是很难看。玩具要史迪，哎哎，你。玩具啊，哎、等会儿按我们刚才说的来，玩具啊，史迪奇，求求了，好人一生平安。哎、没有，怪不得人家给你呢。少在这胡说八道，明明上面写的是不要不识好歹，给我拿一个史迪仔。好笑，怪不得人家给你呢。我说呢，说好那个什么，说好说那个，说是什么？不要不识好了，刚才忘掉啊，再来一遍。I need a toy, 湿地气 please. Good people, hustle every day. 我用英语可以吧？因为他们有的人反正也听不懂。你有事吗？这个叫礼貌。熊么都不记得。熊默都不记得，什么都不懂，熊默都不懂，什么都不懂，熊默都不懂。Yeah, 你走开，你走开，你走开，走开。Get out, get out, get out, get out。好人一身帅气，什么呀？啊、什么？那我是好人。
是，好人就得让人摸一下，有必要。空调调的不是很低啊，今天空调调大概16度吧，不是特别低，不是特别低，不是特别低，因为我们平常在刚拿的水怎么结冰了？冰岛生活，所以就是对很耐寒，很耐寒，是，嗯。英语6级没听懂，那你还得学习，还得练啊、嗯！词汇量这种东西就是靠练，嗯、加油啊，加油！是呀，我们各自走开。行，我们各自走开。可以，衣服还可以吧？这是老公买的。隔壁的播放量好好，多少啊？完全没看。有没有100万了？有没有100万啊？100万，这视频到100万播，100万播放量的 B 站给你80。哎，这么敢说，不要命了！不好意思啊，10万了。行，哎、这视频如果到200万，我们就给大家出一个那个亲嘴教程。嗯，哎呀，反正哎呀，好喜欢这种给别人承诺的感觉，反正就随便说。老铁，我接人家老底，不好意思啊。好了，别说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但是是真的，但是真的，100万有80吗？没有80，都没有80吧？好像10万播放量是3块钱吧，3块多。100万可能是30，嗯，对，对，这30你还要扣掉你的税，30交什么税？30块钱，没到起征点，好吧？但是它不是，它是一起算的吗？嗯，对啊，它一起算的，和那个。哦，直播收入哦，算下来你30块钱是不是要交税？全交到税里面去了？什么？这不是什么？这没有画饼啊，这只是在跑火车，这算什么画饼啊？这是跑火车，好不好？不用刷了，不用刷了，刷10万播放量你就3块钱，不用刷了，不用刷了，想看的时候看看啊，大家想看的时候看看，想看的时候看看，想看，前提是你想看啊，是不是？不要说，那如果你设备多，你可以就是说刷一刷，你设备没有，你只有一个设备的话，那还是算了。就好不容易刷到200万，看到我们脸就吐了，哎呀，好，就是你就是。嗯，有多的设备就可以去，就是挂一块。播放量能买吗？你花30万，你花30万，你都不一定能买。我3块钱，我能买10万播放量，老铁们。我3块钱，我能买10万播放量。然后这样他给我买了之后，他再给我3块钱。对，我3块钱买不了10万播放量吧？给自己营造一个就是播放量很高的，播放量很贵的。对，别人说啊，我不知道多少钱。他播放量这么高，他一定很赚钱吧？其实没有。其实还是很穷，不好意思啊，喜欢接老底，不好意思啊，有病，什么亲嘴会需要教程啊？这个东西都是靠感觉的，好吧？我没有买过播放量，老铁，只是跑火车，哪会出那个出那个哪有多余的米去买播放量啊？啊，哪能买播放量啊？能买播放量早买了，谁买呀？真是。我可没买啊！我们要能买播放量，每次真的，哎呀，大家看看我买个，大家看看上一条视频吧，看一下那个房子。我直接买100万上去，说效果这么好，下次还找你们。神机，拿着亲嘴不需要，亲嘴都是靠感觉。我跟他说吧，有时候亲嘴是靠感觉的，他不是说就是说你。你学了一个教程啊，别人教程跟你说，他说啊，那个我今天教你们一个法式热吻，啊，一个法式热吻啊，但是呢，没什么用，是什么感觉啊？那怎么跟你说？真的好说。现在教大家一个亲嘴教程，现在第一步是什么？找一位搭档，然后看到这儿啊，退出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说没有搭档不许看。对。我直接开一个那种有搭档的，把你和搭档两个人的双人照、对高清图，我开一个那种私密房间，对审核，对开一种私密房间，然后一个人他想看的话就看不了，对啊，必须要两个人有搭档。你们也知道，我们监控随时都在，你点开这个视频的时候直接扫描，对，没有两个人不行、嗯，后面就接受不了。是的，嗯，必须要有搭档才能看啊。对，嗯，你们小心一点吧，退出了。那就好，啊、要买会员嘛，暂时是不用的，不用了，因为它不是一个长期的。我们又不是那种人啊、嗯，我要是只出一个视频，我还要你买会员，
对啊，那不是在割你的，割你的就是割你的肉吗？对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也连续性的，比如说我出三十集，会员就是有那个提前播放，就是、第三集之后可以超前点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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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、超超超前，超超超前，一晚上把三十集全看完。对，还有一个什么超超超超前，就是什么预定。下一期预定，直接第一时间发到你那里去。必须是人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？必须是人吗？你这是问的什么问题啊？真的很吓人。最好是。在线等一个看视频的搭子。对啦。好。苹果可以吗 ？P 诚心找题来出去。找不到啊！就找不到啊！找不到出去。找不到啊！找不到啊！这找不到，有一个苹果，是苹果吗？还是什么？不要在这里找题了，我也找了，我真是服了。这里哪有？这只有 key。我带我这个外甥女一起看，哎呀，不好啊，不行，不可以，不行，她年纪太小了。对啊，年纪太小不能接触这种东西了。对啊，太小，年纪太小了，不行啊。别找啦，别在这找，紧找紧找。他不超过50岁是看不了这个视频的。对啊，嗯，苹果当不了人，苹果当不了人，苹果当不了人，没有下一步。苹果当人的话，他怎么就是那个什么的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他也有反应啊。对啊，不然只有你一个人就是在你裹来裹来裹去，你是不是？你没有那个互动感。60了，不行。你没有那个互动感，你没有那种就是说。回，我们要求很严格的，必须是什么？必须是在那个2000年，嗯，13月13号出生的人才可以看。你有那个什么东西吗？你有那个搭子是吧？你有搭子，我现在就是跟你说，你现在找上你的搭子。啊、你找上你搭子，你把你上传你们的户口本，你把你的嘴巴，你把你的嘴巴放在他的嘴巴上面，你把你你这个教程是靠说的呀，对啊，有这种教程 啊, 啊，就直接我们就是语音教程嘛，语音教程，语音教程，对，好，语音教程，我直接算了，你们就是你们有福了，你们单身的也有福了，对啊，我主要是就是说我今天就是说给大家给家人们一个福利，对。我本来是就是说麦克，我麦克我19.9块麦克的，对，但是我今天就是直播给大家这样一些福利，对对对，所以就是说，就是说我说一下，小说一下，嗯，好，这个就是，放了，然后下一步就是那个，你把嘴巴放到嘴巴下面，然后撅，对，然后你撅，你就是吹口哨。你是假装你的吹口哨，发嘴巴。你说你要跟他说一声，你要跟你的那个搭子也说一声。你说我们两个假装吹口哨好吗？我们两个一起假装吹口哨，然后说3、2、1，你们两个一起吹口哨。嗯。吹口哨不会啊，吹口哨看没看过、啊？韩剧看没看过的？对啊，意识流是的。对啊，吹口哨。对，然后吹口哨之后呢，你这个，然后再跟你的搭子说，再跟你搭子说，下一步是什么？第三步，啊，第二步，不仅演示的话，就是说还是需要，就是说，还是需要，就是说，还是需要，就是说，那平常看小说自己都可会那个什么东西了，那平常看小说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有说让人家出个视频看看呀？对啊，对不对？出视频，我现在就是语音版的小说。有没有听过那个就是语音版的小说啊，语音版的小说，电子书，你平常看小说的时候可开心了，看那个字，是吧？你能就是那个就是感受出来啊？你现在我说了你就感受不出来了，你就都是假的，知道啦，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，教了，那你不又了解清楚？教哪儿呢？你没了解清楚，查看一下我的 bank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学费是什么？就是你这个搭档。在你跟这个搭档看完30集的这个亲嘴教程之后，你的搭档需要来我们这里打工。下一步啊，嘘，我在说话，嘘，到底谁在吵？嘘，听课就好，听课，吴老师要
讲课了，讲课了，小菊花妈妈课堂开课了，都给我安静。如果我方拿出进口丸子视频，阁下应该如何面对？算什么？那是50集以后的内容。对，别吵了，别吵了，人生太汲取知识，汲取知识，并不是就是说，好，我直接继续，我直接继续，下一步，第三步，而且们，第三步是干什么？你跟他商量好，你们不第二步不是这个撅嘴吗？吹口哨，第三步是干什么？你跟说，我们干什么？我们数3、2、1，我们的头一起往右边歪，好吧，好。这样，来3、2、1，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哎、对，就是你，这是你，这是你的搭档，我不管他是什么东西，手应该怎么放？最好是个人，手最好是插在裤兜里，对，对，因为我们只有亲子教程，其他部分的教程那个可以去别人那里看，那是另外的那个价钱，那是另外的教程，对。我们这里只有上半部分。什么一左一右？什么一左一右？你他的右边是这边，你的右边是这边，你们要是同时动往一边，那不是这个样子了吗？那多奇怪呀！对啊，他的右边是这边，一起往你们各自的右边。对啊，一起往你们各自右边。这个，哎，对 对，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不懂，往各自的右边，你。往各自的右边，能不能戴眼镜啊？最好不要戴眼镜吧。然后你这个就是这个，然后呢，你再数三二一，再数三二一，再一起往你就是各自的左边啊，就是嘟嘟这个样子。哎，对对对，可以插，对对，可以插对方的裤兜。对，你没有裤兜，你就放他裤兜里，可以的。他也没有裤兜怎么办？那你就是。屁兜，揣屁兜，你没有屁兜，你揣他屁兜，对不对？都没有，你就揣袖子。这是什么直播间啊？这边是那个恋爱教学。哎呀，恋爱高级，满格信号，容量不够思考，手摸着对方的屁股可以吗？你会挨打。我建议你不要这个样子，好吧？你真的好 BT。你会挨打的，你第一次见面不可以这个样子。在说什么？啊、我们再教大家如何，我们再教大家如何考研，再如教大家如何考4、6级。对，如何考4、6级？来个纯英文版的。对 ，Nice to meet you. Where you are? Where you partner? Where you? Where you? Yeah. Kiss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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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iss. 不行，不行。哎、用它来教程，嘴差不多撅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对对。另一个是谁啊？新袋鼠，哎，嘴就是这个样子。对，然后，哎，对，哎，哎，哎，然后你这个时候问了，你说，哎，我的搭档他只有个脑袋，我的手放哪里？就这样。哎，这是脚，这是脚。插兜儿，我插兜儿了，刚刚、不好意思。你可以把它固定住，固定住，以防它乱跑，以防它掉下去，对不对？对，不然的话，你说它也蹦不了这么高。对对，这样，哎，对，转，你看你这个时候松手怎么办？掉下去了。是啦，对了，是啦。舌头放哪里？放嘴，你放你自己嘴里啊，神经。放自己嘴里，放自己嘴，你还要放哪里啊？这一步的时候，这个嘴都没张开。哦，真的服了，别乱说话了。放你自己嘴里。你要喜欢，你也可以把舌头放裤兜里。怎么还把豌豆老师拿来示范？哦，不好意思啊，他现在演，他是一个演员。对，他是一个演员。演员他就是说，会适应各种各样的角色。对，演员嘛，都是这样的。是演员，就是说。演戏嘛，大家不用太当真啊，不用太当真。演戏，演员都是这个样子，演员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。可以放搭档嘴里吗？最好不要。最好是不要吧，这个也容易，就是说第一次就是
对，容易挨打，你可以放他裤兜里。哎，这把拿走，好吧？对。你说，哎，那个我不能放嘴里，那么放在这揣兜里，对。但是最后不要忘了拿走啊，不然的话他可能最后说，哎呀很不错，嗯，拜拜。对，这叫看人的，你知道吧，眼睛要闭上还真是，有的人他眼睛要什么闭上还真着，你可以把眼睛也放裤兜上。我建议大家，我建议大家，如果是就是说你第一次亲嘴的话，你不知道你该睁开眼睛还是闭上眼睛的话，真的，这是我只是给大家就是说一说，就是说一个非常有用的知识。如果你第一次亲嘴，你不知道眼睛该睁开还是闭上，你就 wink。说的对，说的对，我们评论区已经有这个，已经有这个爱学习的爱学习的同学会抢答了，很不错，你就 wink， 哈，你就这个哆啦 A 抢答，这个样子，对。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怎么说呢，你在你不管是你这个亲嘴的时候对方他睁不睁开眼睛啊，他闭上眼睛不要紧，什么看不见，对，他睁开眼睛他可以看到你，就是对他 wink， 对，就是在对他那个就是说散发魅力。有人说鼻子怎么办，鼻子呼吸、啊、那你不然怎么办，你想鼻子怎么办呢，你一定要这样啊，亲嘴会这样，对，要呼吸，你得让自己保持一个、就是，你得活着你才能亲嘴。我这，哎，我知道大家有的人他就是可能没有亲过，他不知道啊，但是你得活着你才能亲嘴。哎、牙很大怎么办？牙很大你可以把牙也放裤兜里。你的前提是你得活着。你要是憋气你这个挂了你怎么亲嘴呢，裤子了，谁让你脱裤子了，只是亲嘴而已，谁让你脱裤子了，裤子还是要穿好，是个神经病啊，因为裤子里面放了很多东西你要装好，万一被人偷了怎么办，你什么都没了。我真的受不了了，我觉得你们这些学生是我带最差的一届，对，我带的往年的那几届，你真的跟你们输逼到一起去，尿不到一个壶里。我带的往年的那几届都很厉害，一个个都是考得很好。对啊，他们都上了什么英国亲嘴大学？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学生。对，啊，哎，肩膀怎么这么宽？像个衣服架。哎。肩膀怎么这么宽啊，吴老师？最近喜欢练肩，最近很不错，很不错。最近练肩练的比较频繁。好宽，我的妈呀！是了，嗯，对啊，看一下胸，这是那个，看一下，哎呦，哎，不是倒三角，倒三角，直接倒三角，是，哎，四开门大冰箱，老铁，不好意思，我准备去那个韩国演动漫了。哎呀，你不要命了？不好意思，但是我还是那个中国人啊。我是中国帅哥。亲的时候假牙掉了怎么办？都说了放裤兜里，放裤兜里。裤兜里有书，放不开怎么办？书其实可以扔掉。对，你要亲边亲嘴边考研啊？亲嘴冒鼻涕泡怎么办？我建议你这辈子都不要亲了。对，应该是没有人会亲嘴冒鼻涕泡。你可以把鼻子也放裤兜里。亲着流口水怎么办？把嘴也放裤兜里。哎，这样吧，等一下，我要回答这个问题。好，你亲着流口，你亲着流口水怎么办？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太馋了。不要那么馋 ，OK？ 因为你实在是太馋了。对，你就是一个，就是说，你可以带个口水巾。你就说是一个什么情况？你简直就是你。你不可理喻，对，你不可理解，嗯，不可我当然不会流口水啊，你不可置信，嗯，你真的太馋了，对啊，太馋了，裤兜都救不了你，
你的现场在这里征集一个人就是练习的话，我估计是征集不到新来的。这是一个什么直播间？这是一个教室大讲堂，是十万个为什么？对，十万个为什么？对，牙齿的体型差太大的怎么办？啊，你亲是嘴，亲的不是牙齿，亲牙吗？请问你又不是牙齿在亲。谢谢当帅老师续费会员，文化功底了得，可以说这么多的成语。对呀、啊，你第一天认识我吗？对啊，我们很有文化的。你认识我很久了呀，莫老师。对啊，哪里买的裤子？大概都认识六十年了，你应该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支持一个什么人吧？听起来是笑场怎么办？把那个笑穴也装到裤兜里。对，什么笑？你的裤兜是那个哆啦 A 梦的百宝箱？对，是不是、啊、百宝袋？不是的，亲嘴的时候如果想笑的话，那证明你没有这么喜欢他，你没有真正的想要亲嘴。对，你没有真正的想要亲嘴，你只是想走个过场，你只是想干什么？走个流程。牙缝里有菜叶怎么办？你只是想干什么？你只是想就是说亲个嘴。你当时你就是你不知道该干什么，你说亲个嘴，那我亲个嘴，打发一下时间吧。对，啊，你不是真正就是说想跟他亲嘴，对，懂不懂？这不是爱。主播可以示范一下吗？我写一首歌，可以。可以，来，主播，主播走开。你好，副主播，可以给我们示范一下吗？还有这个豆主播，可以哈。哎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眼睛摘下来，放裤兜里，然后亲，这样。哎，你看屏幕里，看起来很灵活。不错，哎呀，好刺激，受不了。哎，你说什么？裤兜满了，你又不知道了吧？裤兜满了，你又不知道了吧？对啊。现在流行穿什么裤子？现在流行穿喇叭裤，不是那个吊裆裤。哎，我想起了一个笑话。等一下，我要给大家讲。等一会儿，你先。长得太美，对方没有亲到就晕了，怎么办？等一下，我念出你的名字，北北老师。北北，你是刘亦菲？什么？等会儿，你是什么？太，我想看一下照片，可以吧？这也太……哦，那怪不得你第一次亲我的时候你也晕倒了。哎，原来是这个原因啊！我说是什么原因呢？我是被你吓的。我以为是太……我是被你吓的。为什么？我以为是太热了。我是被吴老师吓了，原来是这个原因啊！为什么？是因为吴老师第一次亲嘴的时候，把自己眼睛、鼻子什么全摘下来放裤兜里。我说：“哎呦，这个人怎么只有一张嘴啊？”吓晕的。原来是这个原因啊！哎、我刚才讲的笑话我都忘了。你什么原因？什么？我长得太……我讲的笑话我都忘了。哦，就有人说：“哎，你放屁怎么这么大声呀？”他说：“因为我穿的是喇叭裤。”不是喇叭裤，不是喇叭裤，我给大家看一下现在流行的裤子。我突然想起了一个笑话，对不起。什么？这种裤子啊，这种裤子，这裤子可以装很多东西，很潮流的一种裤子。嗯，哎呀，我以前很爱穿这种裤子了，是吗？嗯。稍等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大家如果想买的话，也可以就是说。去那个一下，这个裤子，老铁们，很能装，很能装，很能装，想装什么装什么，对，想装就装，装得漂亮，对，就是说，这里可以装，这里可以装，这里也可以装，对，都可以装，啊，想装什么装什么，啊，还有很多就是这种，它还有牛仔的牛仔这个版本，牛仔这个版型，对，喜欢的大家可以就是选购一下。对，男生女生都可以穿啊。对啊，男生女生都可以穿，很正常。男生女生都可以穿，很潮的，很潮。这想装什么装什么啊？对，阿铁们，吊裆裤。亲嘴的时候如果被姑姑看到了怎么办？那能怎么办？我说姑姑，你来炫耀一下呗。姑姑你好，请问可以把你的眼睛摘下来一下吗？
哎，瑜伽裤不是那种很紧的吗？瑜伽裤能装什么东西 啊？瑜伽裤可以装啊，你不知道吗？之前有人卖那个叫什么鲨鱼裤，大概装两桶那个桶装水进去，就是那种大桶的，饮水机用的那种。是吗？啊，你没见过之前卖那种裤子的吗？它就是为了展示它的弹性好。那很好啊，那你就是平常比如说那种，就是那种送水的，哎，它一次只能扛一瓶上楼，它就是可以。就是装两瓶，然后扛一瓶，就是对。然后有人问，好方便啊！姑姑，然后妈妈看到亲嘴怎么办啊？可以把他们装到那个鲨鱼库里，就看不到了。哎呀，感觉掉头发，感谢掉头发比心啊！感谢掉头发。听说还能搬家呀？确实啊。对啊，很好很好。敏感肌可以亲嘴吗？建议不要。我建议你，如果干皮敏感肌的话，你也找个干皮。对啊，如果你就是干皮敏感肌，你找个油皮亲嘴的话，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对，可能会爆炸。啊，建议是这个样子的。嗯，是，当然实践起来我就还是不是很亲，就不是很知道了。嗯，写什么观后感？不可能的。我姑姑也很懒，她不喜欢写字。主播还可以啊，主播当老师嘛，卖课嘛。对啊，还是说比较就是说比较有这个文化在里面的。比较有文化。不可以啊，大家就是今天的直播的话，大家最好是不要再二创了好吗？我建议大家不要二创好吗？今天的直播的话就是说可以休息一下。可以休息一下，可以休息一下。儿童节怎么过的？忘记了。在哪儿呢？什么在哪儿呢？阿姨。不知道，无处不在。阿姨，王俊杰他天天在家里吃那个臭鸡爪子，吃那个臭鸡骨头。那就是我妈给我带过去的。天天玩游戏，天天玩游戏。你说我？你看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天天什么游戏啊？不会是一个叫《龙之谷》的游戏吧？哦，废寝忘食玩的。天天怎么回事呀？玩了个龙之谷、啊。天天那个就是，这都是我妈妈带我一起吃的鸡爪子，都怪她。她小时候就是在阿姨带我们吃的不是鸭脖子吗？鸡爪，我小时候的时候，鸭脖。以前的时候我回家，我妈妈在别人直播间买的鸡爪子让我吃。真的很好吃。你小时候就有直播间了？对啊，我小时候我是指大一大二的时候。我吓我一跳，我小时候怎么没有直播间啊？那我可没有啊。你小时候是多少年了都？我小时候八几年了吧都？那个时候我小时候有没有七几年？有没有手机都不一定。我小时候七几年？四几年吗？四几年。哎，没有电子产。现在回忆过去，就是说六七十年的时光还是过得很快。是不是？是的，我不记得我小时候都是什么事情了，就是时间过得太快了，太快了。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说经历丰富，经历丰富还蛮就是丰富还蛮经历的，啊，经历还蛮丰富的，经历还蛮丰富的。爱心，好，拿着吧。好下瘾，好像那个华妃。什么华妃？不像吗？像嫦娥。有点像嫦娥哦。像不像？像。还可以啊。是吗？还可以啊。听还是画？不知道。米米呢？米米吃粑粑。不要再说了。龙之谷好玩吗？问问他呀。有人问你呢，哎，你好，吴老师，那个我是那个环球那个影报，那个我想问一下你这个龙之谷好玩吗？玩的那个破解版本，不好意思，别乱说，正版，支持正版，正版，好玩。吴老师前两天花了20块钱给人买了一个满级号，但是天天玩，但是我就玩了一天。这好厉害呀！我就玩了一天，两天，
加起来是一天呀。也是。打僵尸不比打僵尸好玩？打僵尸我已经不玩了，因为他后面在逼我充钱，就是我太菜了。他就老给我弹那种广告，他说现在只要充68就可以获得一件神装武器。我是去，天哪，有人问豆哥是新小狗吗？天哪，你是超级新铁吧？超是不是超级新的那种铁子？豆哥是新狗吗？他俩应该很难见到面。超级新粉，这是这属于是前两天他开始看直播的，我没看到粉丝的灯牌啊。超级新铁是吧？啊，这么新，豆哥回春了。人家就是到了这个日子就长毛，长毛了就多。他十级了，回去都是给他们毛剃了。十级那不算新铁了啦。那你是有一年没看我直播了，应该。也有可能是最近看的很频繁。豆哥是糖豆，他可能不知道豆糖豆是豆哥哦。别豆儿，别豆儿现在不是了，他现在很美。我们小豆儿现在很美的，你看圆乎乎的，有点像库洛米。别瞎说，他们都不是一个 IP。好吧，小心的告你。你是谁？他是新袋鼠。这脸上咋还有纸呢？这咋把纸也缝进去了？我的妈！什么做工？什么做工？戴口罩呢？戴口罩呢？他注意安全，戴口罩呢。行吧。嗯呐。鳌拜，不好意思啊，鳌拜，鳌豆啊，不好意思。鳌豆，别豆。鳌豆是那个大的。啊，别豆。鳌豆啊，不好意思啊。鳌豆返老还童了。现在好可爱了，怎么了？叫我干什么？有什么事吗？不舒服。Are you okay？ 什么？不舒服。哪儿？想尿尿。但是我懒得动，怎么办？我给你拿个瓶子。我给你尿裤裆上面。我现在给你下单一个那个夜壶，好吧？夜壶，夜壶，行吧。哎，那鬼灭之刃那个 boss 就是夜壶吧？玉壶。不好意思啊。等会儿，哎，有没有那个鬼灭之刃的粉丝啊？能不能就是连你把这个吴老师抓起来？完了，我也被网暴了。哎。玉壶，不好意思，瓶子够大吗？什么？玉壶，少在这里开黄腔。五月天武汉场，恭喜抢到五月天票的丫丫，你恭喜谁呢？不许恭喜啊！有没有多抢一张的？我听不得这种话。有没有多抢两张的？送我们一张。他主要是他没在长沙开，不然我就去了。对啊，主要是没在长沙开。嗯。等他真来长沙的时候，我们就说，哎呀，主要是我们那个最近忙。两个人明明什么时候都不关注人家开演唱会，就跟那个孙燕姿一样，开完了我们才知道，还是在那里看到听到别人说才知道的。嗯，豆哥是王宝老天的老天老家，别说五月天了，老天，我老家的就是老家的小狗啊，他的老小狗，真的亮，什么滴滴带亮。五月天说送我，我没要。五月天邀请我们来着，你梦里。但我们说不想参加这种线下活动。五月天说很可惜，很可惜。他说以后希望有机会。对，就是只要请我们上台唱首歌。他说听最近听了你们在直播间唱我们的歌，就是真的很好听。嗯嗯，是我们想要的一种新的这种合作方式。嗯嗯，说有没有这种机会合作一下？嗯嗯，对，他微博我发私信的，对，说。婉拒了哈，嗯，对，婉拒了一下，对，嗯，婉拒，谁？憋尿不好，哎，好吧，我们是同等级别，抱我去，快点，我抱你去吧，抱我去，算了，还是下单一个夜壶，没有的东西，还是下一个夜壶吧，给你抱着，嗯，把它当成我吧。好不好？好。什么好？你有什么？你有什么？明天啊。
明天估计要到周日了，老铁，估计要周日跟那个 B 站视频了。最近就是说，反正是有视频的，好吧？反正在我们周年之前会有几个视频的，老铁们比较忙碌啊，然后剪视频真的很累啊，老铁，剪视频真的很累啊，那我不说了，反正抖音也会有，好吧？老铁，反正会有，反正会有，老铁，反正就是还不错，好吧？好，就是早就在准备了，好吧？又不是你剪，哎，抖音的视频是我剪 ，B 站的视频是我老公剪，怎么了？什么？我说 B 站视频明天更不了，我估计更不了周日了。哦，周日也估计够呛，估计得就是2026年左右吧。反正最近反正有视频啊，不是新爵教学的不看的话，那你就是说，那我也没办法。打错字了，不是分工明确啊，分红明确。反正，我觉得还行，反正是有视频的，真是，谁说有10个呀、啊？我剪死、啊，我剪死去，我去应聘那个编导，我去应聘那个公司编导，我去剪，我在编导里面剪，哎，怎么回事、啊？怎么啦？你那里边那个声音好大，不知道，至少2个。哎呦，不知道啊，应该吧，反正我很喜欢啊。周六更啥？周六不更了，明天不更了，明天真没时间，真剪不出来。我这两天都在剪那个周年那天打算发的。明天可能会更个抖音，老铁。对，可能啊，不是明天就是后天。对，明天后天肯定会更一个抖音。嗯。反正就是说，放心吧，老铁们，会有好看的东西的。我尽量周日，对，我尽量周日更一个，对，这是星袋鼠，对。抖音发亲嘴教程，我们号不要了，对啊，不要了啊、哦！更了这个亲嘴教程之后啊，号就被注销。对啊，说这个，我什么时候说的？谁？哪儿？哪儿？我的小红书，不是说了吗？我的小红书跟那个还有矛盾啊，暂时不更了。小小期待一下吧，反正我是很喜欢这些视频的，我个人是很喜欢，你们喜不喜欢那就不知道了。什么视频啊？就是我们要发的呀，周年要发的呀。哦，周年要发的一些东西，一些东西，还行吧。哎呦！但是你不要抱有太多的那种期待啊。是，对，放低一点期待，对，到时候看得更开心一些。对，而且我们从来没有说就是什么内容啊，你别觉得好像哎他们说了是什么，对我出了不是，对，然后我说你们怎么老是就干这种事情，老画这种饼，放低期待，说，但其实没说。放低期待，然后那个到时候可能就会更开心一些。对，不要抱有太大的期待，这样你不会受伤。听到没？哎，对，就是一个短视频，对，也不是说就是长达一个小时半个小时这种，蛮短的。哎，反正会有的。没什么压力了，剪都剪完了，到时候肯定要发的。是啊，没什么压力了。反正我很喜欢，对我老公剪的我都很喜欢，对，怕你们受伤啊、哦！到时候哎呀，满怀期待，我点进去看，啊，我姐秘密的日常，哎，你没更吗？今天没有，哦，你没找照片啊？没有照片啊？你就整个视频发就完了，行吧？你还给米米整个卡点了呗？想给他整个卡点的，你怎么剪？没有点卡，没有点卡，你给他整个变装呗？你怎么变，他怎么变？那也可以，哎，只要不打码就行，打什么码？
打什么？打什么骂？打什么？米米的视频吗？我们自己的吧。打什么骂？不知道。多巴胺穿搭，买不到很合适的衣服，很现在就是很尴尬。给他买 S 码就很大，买 XS 又有点小。对他，这个小狗就是很难搞。什么苦了杰金龟不能苦了你们呀？真是好粉丝啊！亲嘴别打码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但是不多啊，这个亲嘴部分不多。因为我怕发不出来啊，这很少，我怕直接给我们夹了，不然你不要再说你这个大漏勺。哦，好吧，多巴胺穿搭给搭配饰，搭配饰啊。哎，米米呢？我以为你去抱他了。没有啊。OK。好，这个话题跳过了，反正就是你不要抱有太高的期待啊，到时候看就是发什么看什么，就是哎呀真不错哎，真不错这种大陆少一个。哎呀你还说我啊，那人大陆少一个，你少数老铁，古早女明星。对啊，你是谁呀、啊、古代女明星老铁，就是初代啊，不好意思说错了，初代就是那个洗了呀，当然洗了，看着白不净净的是不是啊。嗯，是呢。哎呦，那个叫就是什么初代就是跟那个，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那个 SES 啊 HOT 啊这个年代的 SHE 元老 OG 阿天，对 OG 我以为他出国留学了，但是不是很白，少说初代顶流，天上之喜，是因为我们穿的白是显得有点那个，其实很白，他就这个色洗不出来了。水晶男孩水晶男孩是什么？是很早的团体啊，就我那个年代的了。他的包不见了，他的包人家到现在都背那个奢侈品，对，人家现在背的是 LV、啊、旧包早扔了。LV 都背的是 LV， 不好意思啊，他都老了。哎，很白的，好大的鼻子，我的妈！对对，美黑了，现在人就是追求健康，是啦，花姐就是喜欢这种美黑啊，这种是啦，好显老，你别说了。你别说了，讨厌，别听、啊、真的好过分，别听恶评。看看花姐的 LV 啊、哦、就是因为 LV 在客厅、现在出去拿 LV 会打扰到他们，谢谢英文送的礼物。看看 LV 在客厅，我的爸爸妈妈都在客厅，我现在出去拿 LV 会打扰到他们、上厚下薄，是啦，这是鼻子，这是嘴。认不认识？这是鼻子，这是嘴，你接着看，是不是？我要喝水了，给我喝水吧。到日子了，哟，100万了，太不错了，老铁们，加油！哦，对，美黑准备演那个美人鱼二，美人鸭，对，鸭人美。昨天没有带米米出去啊，昨天我们自己出去约会的。米米都多大年纪了？他都28了，他过什么儿童节？是，是。慢慢喝，慢慢喝啊，没事。周黑鸭，出去，都买不到花姐了，这就是个我们随便抓的玩偶，别老想着抢什么买这种啊，
他现在买都是假的，对，都是假的。我老是看到那种什么 PDD 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就是说，哎，什么什么同款压小花，买都是假的，买的都没老丑了，都没我们花姐好看。对呀、啊，我们花姐成本就五块十块的，嗯，哦，花那钱是不是、啊？我什么？我们昨天他豆叔都过儿童节，他不能过。银断货是吧？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还好看一点。对啊。那个叫什么？我们昨天出去吃了一个小蛋糕，去一个甜品店拍视频去了。昨天拍视频去了。好热，好热。老铁，我们在外面拍了一个半小时，我的衣服已经湿透了。嗯。长沙真的好热，我建议大家自己来，就不要来长沙旅游。是的。能往。凉快的地方去就往凉快的地方去一去，还没喝完。对，秋冬再来。近期想去长沙玩，你真是你就不听。那你再给我拿一瓶啊！算了，干。老铁，千万月底来长沙旅游吗？我的妈，现在真不是长沙最热的时候。对，现在真不是长沙最热的时候，长沙估计。五月底吧，六月底，六月底会开始就是巨热，可能它体感温度要到40多度了。过两天去迪士尼可以啊。很热，非常热，非常非常热。昨天我们对，真的很热。怎么有热的两个人就是？没有，但是昨天还其实还没有太阳，就没有很大的太阳。嗯，是那种，在头顶吧，在哪儿不知道。就是有云，对，云有云，多云，不是太阳直射。嗯。主要是没风，七八月千万不要来长沙，实话，真是实话，闷热。我们七八月都连门都不会出，出了就是坐上车上，然后开到商场去，回太原避避暑吗？太原不也挺热的吗？其实还好，毕竟是北方，还热的会晚一些。它是那种，因为长春也是，那太原七八分也热，长春也是那种。他是在家里就会好一点，因为你记得吗？我们一开始第一次你在长春租的那个房子，没有空调吧？没有空调，那个房子。第一个房子。没有空调。没有吗？没有空调。那个房子没有空调。嗯。就是他那时候去上课的时候，就夏天的时候嘛，他去上课，我在家里坐着。没空调，巨热，就是只能把家里所有的就是窗户都打开，有点风还好。对，巨热，老天，那还是在长春，我估摸着只有那种山里会凉快一些，就是海拔高一点的地方会凉快一些。长沙的小龙虾到几月呀？几月都有，但什么时候最好吃不知道。那剪王宝的头发同款。两边剪短，就是上面打薄啊。谁的头发呀？你的头发。我的头发。他说你这个头发怎么跟理发师形容？两边剪短，中间留长。对。剪了个锅盖出来啊。现在就是小龙虾的季节。我不知道。现在就是小龙虾的季节。但是我们也有很久没有吃过小龙虾了，对，是吧？对，感觉好炒好吃好早。荔枝，老铁，荔枝容易上火。我去年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我有一个很奇怪的，就是我换季的时候很容易咳嗽，一咳咳好几个星期。是的，很容易咳，一咳咳好几个星期，而且没有来由。没有来由，对，就止咳。我之前跟你们说过，我去医院看，每一个医院都跟我说的不同的。谢谢萨斯比罗老师。就是每一个医院就是跟我说的不同的那个，给我开的药，干咳，纯干咳，一点东西都没有，一点其他症状都没有，纯干咳，有点痒，就是痒。对，痒，纯干咳。我去了每一个医院，中医、西医我都看过，给我开的药一点用都没有，就一咳咳两个星期。我还拍过片。我的肺也没什么问题，就是咳。对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上次去年的时候，就是因为吃了荔枝，吃多了荔枝，吃多了，仅吃荔枝。去年吗？就是上次啊，就是还在那个房子还没搬过来的时候，在
那边的那个房子的时候，有一段时间就咳啊。想起来了，对啊，因为我朋友送了我们两箱荔枝。是的，因为我们朋友就是送了两箱荔枝给我们，然后那个吃多了，紧吃，但是就这样吃，最后还是扔了一箱。嗯，吃不完。对，太多了。是吧？我也喜欢吃荔枝，荔枝真的好吃，但是不要一次性吃太多。长沙吃正宗臭豆腐，半夜打点打了三天。到底长沙哪一家才是正宗的臭豆腐啊？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说实话，我到长沙来，我一家好吃的臭豆腐我都没吃到过。口味不一样吧？你那个太原的臭豆腐，你觉得好吃，我也觉得不好吃。也一般那个。哦，口味就完全不一样。对，很好吃是吧？它反正也可能是换季的问题。黑色经典，我觉得有点干。因为你就是在你的眼里没有一个标准，因为你不怎么吃臭豆腐，嗯，所以你眼里没有标准，你不知道好吃不好吃。嗯，对。但我觉得黑色经典其实还可以，它只是汤多一点就够了。是了，它就是太干了，它边边上都没味儿。嗯，对吧？嗯，就炸出来边上蘸不着汤就没味儿。哦，可能是我买的那家不对吧？董顺堂，董顺堂。我在长沙待了这么久，我刚来长沙的时候，我老婆就跟我说，哎，我们长沙有一个小丽的臭豆腐特别好吃，改天带你去吃啊。到现在我一口都没吃过。我们每次走到那个地方想起来要吃的时候，它小的卖完了，永远关门，要不就卖完，要不就关门。是的，它那种小小豆腐这么小，这么小，这么小的很入味，是吧？对，这么小。但是我们上次我好不容易去了一次，他说哎呀小豆腐卖完了，对，结果买个大的不好吃。但是我跟你们说，你们可以吃那个长沙的，吃一个里脊肉，假的好吃。嗯，那里脊肉好好吃。里脊肉感觉哪里里脊肉都是一个味儿啊，我这么感觉的。但我点的那家蛮好吃的，都是那种嫩嫩的感觉。嗯，谁知道有没有高有什么高科技呢？但是吃完会拉肚子是真的，确实。对，小心一点。为什么小猪吃螺蛳粉不吃臭豆腐啊？他不吃螺蛳粉啊。哦，错反了，为什么小猪吃臭豆腐不吃螺蛳粉？因为我不想吃。对，谢谢，这句不用加哦。螺蛳粉太臭了，螺蛳粉太臭了。那臭豆腐还好，螺蛳粉太臭了。我一直以为大家就是不喜欢吃螺蛳粉，只是不喜欢它的味道，就是吃起来都还好。但是有一次就是我们在三亚的时候，嗯，我点了一份，然后我让我妈尝了一下，我妈尝了，哎，还可以，还不错，后来一口都没动，我怀疑她是不是在安慰我呀，假吃。真的觉得好吃吗？然后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，但是我说再吃一口吧，哎，不吃了不吃了。哎呀，臭豆腐没有螺蛳粉臭啊，我觉得臭豆腐，我觉得臭豆腐没有螺蛳粉臭。我真的一直我都不知道螺蛳粉的臭味到底是什么臭，它是那种酸臭酸臭的，就是跟酸菜一样啊。酸菜只有酸味没有臭味。但我之前我看那个抖音，一个人吃那个折耳根，我就很好奇是什么味道，我就点开评论里面人说像一把生锈了的铁刀刚杀完鱼，然后你对着那个地方舔了一口。真的吗？怎么会有人吃折耳根这种东西啊？我的妈呀！酸笋是臭的。对，长春有一家卖螺蛳粉，他们家可以不加酸笋。下水道的味儿，他们说新派螺蛳粉就可以不加酸笋。哦，是吗？没有臭味，就是单纯的粉和那个螺蛳汤。老铁，他这么形容，你是不是就感觉到了那个折耳根的味道？我看到的时候我都哕出来了。折耳根好好吃。我大学的时候，你们知道宜昌啊，我大学不在宜昌读的吗？宜昌巨喜欢吃折耳根。宜昌的人巨喜欢吃折耳根，但是我都不敢尝试，我都不敢尝试。我听的我都不敢。真的吗？我天哪！如果说香菜是5/5分，就是有人说过好香菜好吃，有人说香菜不好吃，折耳根现在80%的人都在说好吃。啊！
矛盾是好事。啊、喝过豆汁吗？没有。你喝过豆汁吗？没有。北京豆汁是吧？嗯，我也没喝过。但他们说喝豆汁像在喝那个别人的呕吐物。我都是看别人说的，我自己都没有尝试过。啊、嗯，我不好意思啊，如果就冒犯到大家喜欢喝豆汁的朋友，我到时候我自己尝试，我亲身体验一下，到底是不是这个呕吐的味道？啊、嗯。来喝吧，哦喽喽喽！哎，我发现这种男，就是有些人接受不了的东西，大家都会给他起，就是都会描述他的味道，描述的很就是很有画面感，对，很有画面感。我可小的时候，大家都说啤酒不好喝，我就很好奇，啤酒到底是什么味道？家里面的长辈啊，就说是马尿味儿。说马尿味，小时候觉得喝酒可厉害了啊！哦，就觉得为什么那些大人每次就是吃饭或者怎么都一定要喝酒？对，拿那个筷子蘸一点甜的，可难喝，是，可难喝，真的很难喝，臭抹布味啊！哎呀，这都我的雷点。对，大家可以扔一下人气票了，这个到点了，咱们可以直接扔啊。然后 PK， 我们就等。也还好了，现在大家刚开播，对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那个。可以批的，嗯，晚点吧，我们再聊会儿。什么时候再来一次美食挑战？不扔，不扔。你啊啊啊！哎呀，受不了了。那你留着干什么呢？芹菜才是最难，芹菜很好吃。你没有吃过芹菜拌黄豆吗？芹菜不好吃，芹菜黄豆然后胡萝卜做的那种凉菜，我妈可会做了，可好吃。芹菜不好吃，那就咱就不吃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！ 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留着啊，怎么这么多人讨厌芹菜啊？我不喜欢吃芹菜，很好吃啊。我来形容一下芹菜的味道吧，老铁们，我来形容一下芹菜的味道是什么？是八天没洗的油头味儿。芹菜很好吃啊，就是我觉得有点像用香油然后拌一下，我觉得有点像那个，就是嗯，厨房的垃圾放了十天的味道。哪有那么严重，人家那个那个有的人喝那个酒他都要往里面放一根芹菜的。吃不到一个狐狸，我们好吧，吃不到一个狐狸。皮蛋蛮好吃的，我给你推荐一个东西，爱吃皮蛋的人有福了。青椒，就叫青椒，蛮好吃的。青椒最难吃，你是蜡笔小新吗？多吃点蔬菜。对啊，我喜欢吃青椒，我也喜欢吃青椒。你是蜡笔小新吗？我老婆可喜欢吃青椒了，是不是啊？是啊。哎，我刚才说什么来着？你说什么来着？哦，你推荐一个好东西，就是你去那种超市，大型超市应该都有，像什么，就你们那里的那种大超市，然后有个东西叫皮蛋肠，它就是一个就是淀粉肠，里面有、哎那个、还真的还蛮好吃，里面有皮蛋，真的蛮好吃，是吧？对，我们过年回家的时候搞了一个，很好吃，很好吃，嗯，要买那种黑色的哦，要买那种黑色的。但是我黑色的好吃一点。我说实话，我不怎么吃，我不喜欢吃皮蛋，但是我只吃皮蛋的外面那个蛋白，不吃蛋黄，不吃蛋黄，因为我觉得吃了蛋黄有一股铁锈味，很上头的，而且这个上头的感觉是要持续很久，对对对，就跟吃芥末一样，对，而且真是跟吃芥末一样，你吃那个皮蛋的蛋黄，你吃一口之后，真的很上头，你整个这全是皮蛋的味道，对，整个。神经中区，对对对，那个真的很好吃，你们一定要去买一下吃吃。那就松花肠吧，嗯，对，是吧？松花蛋肠，松花蛋肠，嗯，还真的还可以，对，真的还可以。还有就是长沙有一个是长沙菜吗？我不知道，就青椒雷皮蛋，嗯，青椒雷皮蛋，对啊，哦，辣椒雷皮蛋，不知道是不是长沙的，辣椒雷皮蛋，但是很好吃，那个拌饭很好吃，很好吃，但是也不能吃多，我发现皮蛋这种东西就不能吃多，吃多腻。我最喜欢芥末了。
辣根一点还好，一点芥末还好，他太上头了，我就哭，我吃了芥末就哭。我有一次点了一个那个什么芥末螺蛳虾，嗯，它上面写的酸辣的，嗯，是吧？我们上次去点了一个芥末螺蛳虾，老铁，好大的芥末，我吃一口我开始哭，哭了一晚上。你少说，明明吃完一盆才开始哭的，有点贵，还是把它吃完嘛。哎呀，有一点味儿，但还好，老公你尝尝。我说我不吃，我不爱吃，不是啊，你真的很好吃，蘸一下这个汤，蘸一下这汤可香了，没有什么芥末的味道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我演的这个人是谁啊？是谁啊？不会是你吧？是谁啊？是那个黄觉吧？啊，对，可能是吧。黄觉可能是黄女士，是黄女士了。他平常吃饭的时候就吃这个样子。我们昨天还碰到黄女士了，偶遇。我们昨天出门的时候还碰到黄女士了，老铁。跟踪我们，很烦人。老铁，我们那个昨天我们在那里吃蛋糕，对啊，我给他本来是给我吃瓜，你知道吧？谁啊？黄女士啊，她吃的是这个我们前同事前司，我前司的瓜，前司的话大概就是30年前，可能在那个公司就是说有，就是说，我不相信有人会不吃前同事的瓜，认职一下啊，30年前吧，嗯。然后呢，他跟我说，他跟我吃什么瓜？他有瓜，就是、一个老给吴老师穿小鞋的人生病了，也不是他被辞退了啊，他被辞退了。但是他跟别人说他是自己辞的啊，但其实是他被辞退了，对，其实他被辞退了哦。生病的不是他吗？生病的也是他哦，那他还是蛮惨的，就是，对。就是你们记不记得我有一次跟你们说我去那个长沙开复寺，老铁，我去开复寺，嗯，那个算东西很早之前了，对，我去开复寺，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谈恋爱，很早之前了，就是我在10年前，对，就是在30年前，在前司被搞的时候，哦，被搞的时候，我去算，哎、我去算那个算命，被穿小鞋的时候，被穿小鞋的时候，我去算那个命，那个算命的师傅说，他说，你最近你这个工作环境中有小人。你要小心一点，这个小人他会阻碍你这个工作的这个一个工作积极性，对，一个这个一些东西。我说我天哪，我说这么准，我当时和那个黄女士他们一起说，我说这么准，我说天哪，到处是小人。然后他就是他前到处是小。他前两天就是有人吃瓜，你知道吧？有就是他应该是这个样子，很搞笑。我们之前有好几个博主都在我们那个前司啊，但现在都不在了嘛，都走了，基本上都不在了。好几个博主都在前司，你不会拉了个群吃瓜吧？没有啊，他们是互相吃的呀。哦，他就是这个样子的，有好几个人都在那个，然后有一个人吃到了瓜，有一个人吃到瓜，马上跟另一个人，跟二号发。二号看完他，我的妈呀，马上跟三号发。而且他这其中都包含一句话是什么呢？别跟别人乱说，别跟别人说，我吃瓜了，一个人吃瓜了，别跟别人说，咱俩知道就行了，不能让三个人知道啊。OK， 嗯，好，三号知道马上跟四号说，对，四号知道马上跟黄女士发消息，跟黄女士发消息，让黄女士知道马上给我发。等会黄女士说，我嘴最严了，你放心吧，我绝对不能说出去。是，哎，吴麒麟，跟你说个事。马上给我发消息了，前两天给我发消息，吃瓜了。我是谁？他跟我说了一个名字，他跟我说了，我说这谁呀、啊？因为太久了都忘了。你们知道三十年前的事情，我不是很记得，我连他名字我都记不太清了。你们也知道这种人吧？对，他不值得在你的脑子里留下印象。但是一说他曾经给你穿过小鞋，对，是他，对，就是他说，哎，这个谁是谁？他有瓜吃。我是谁呀、啊？这谁呀、啊？哪位啊？神经。说就是那个谁谁谁谁，我说啊，咋了？快说。他说啊，他这个什么什么什么，我说真的吗 ？Really？Really？ 哦、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然后昨天那个就是黄女士那个，我跟她发消息，她又在给我吃瓜。我本来是没找他的，昨天，嗯，他又给我吃瓜，他说，哎，跟你说，他说他是自己辞职的，其实他是被辞了，
被开了，被开了，被开了。我说啊，我说啊，我说哦，呜、哦啊，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你今天出来过六一了吗？他说我要出来干什么？他好像修照片干什么的？修照片？他的什么东西？登记照。登记照。然后出来修他的登记照。他说你们在哪？我说我们在那个国金。他说、啊、我马上就到了。我说啊。我说你要来国金干什么？我修照片呢。我说行吧，我说行吧。他说那我先来找你吧。嗯，我先来找你，黄女士，跟我们两个说，我先来找你们吧。嗯，先来找你们。嗯，他说你们在几楼啊？我说我三楼，我三楼，我在一个那个甜品店坐着，老铁，我在一个甜品店坐着。这我在三楼，我在三楼。嗯，他说好，我来了。过了大概有40分钟，嗯，还是没有来。我说怎么回事？我说是为什么不来呢？对啊，怎么这么久啊？我说等这么久，嗯，为什么不来？过了50分钟，嗯，黄女士出来，我来了，嗯，终于的。你说说这是几楼啊？不是三楼啊？这是三楼。哎，有人拉我们打 PK 了，接下去。我是三楼。占线真的严，对，我跟你把这。哎呦 ，Hello。要插耳机。Hello。咋啦 ？Hello。哦，先插，你们先插耳机，先插下去。现在没插耳机。要带哦，一定要带哦，嗯。哎，有事了。嗨、okay, 嗨，好久不见啊！哎，你们这个真的，你们这个真的是手机播的吗？没有，我们也在用相机。对。那上次我说你们换相机，你们还说你们是手机播的。上一次是上次是手机。啊，上次跟这次没，哎，没什么区别吗？就都很高清啊，高清的让人觉得很就是很舒服的画质，很高清的画质。啊，我们的手机也能有这种画质吗？这么厉害啊！好吧，哦，对面是情侣还是双胞胎？他们是情侣，夫妻相而已。哎、夫妻相了，哎，就是长得越来越像了，你们两个真是有点。他们说那个亲嘴亲多了就会长得越来越像。对，哦，是这么说，有个什么口水里面有个什么物质，然后会就是那个生物菌群是吧？是。哦、嗯、哦，是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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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挺好的，越长越像。那、啊、怎么说？今天搭个四人呗。可以、啊、可以可以，好，行，可以，好，看一下啊、嗯、好，嗯，而且他们发型一模一样，我看看连水哈，稍等一下，看一下，你们一起看一看，没有这边人的，他们人都不多，我不太好意思，我看一下，嗯，好，那以后我要找，那我为了越变越美，我得变直男吗？找美女亲嘴啊。找个第四爱，老铁。好，虎汉文可以。虎汉文，虎汉文，虎汉文。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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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
看进不进来？哎呦 ！Hello， 宝宝亮亮进 ！Hello， 亮亮 ！Hello，Hello， 喵喵 ！Hello，Hello， 女嘉宾，女嘉宾。好，那我们怎么说呀？今天各位怎么玩？怎么玩？我们就一二三四，可以，好，可以，对，okay， 没有没什么票，好，行，那么开始，开始，好，好，一会儿见吧，好，咱闭麦了啊 ，OK， 好，刚讲到哪儿了？别忘了，那个什么，就是黄女士，黄女士来了，黄女士来了之后，她说，再跟我说一遍，这是几楼？这是几楼？我说。真冷啊，我说的话你听不见吗 Lady 黄三楼 three floor yeah， 王黄女士说，黄女士说，你抬头看一下，好吧，你抬头看一下，我在你坐着，大的一个字 L4 他在三楼，他在三楼，他在三楼逛了一整圈，没找到卖蛋糕的。那他怎么也不问一下嘞？对呀，他不问一下到底是不是？是他的问题嘛？他自己不问我，他三楼找不到就问问我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好会责怪别人。是了，他自己找不到，他问问我嘛。是了，委屈，真是委屈。搞笑。然后那个，然后那个，我们就去，他说你们陪我去那个修照片。修照片，我说陪你去修照片。
谢谢草莓太呵呵老师的奇幻草莓肠，谢谢草莓。然后那个问，哦对哦，哦问了我也说三楼哦，好吧，我承认一下是我的问题，怎么了？人总会犯错，人总会犯错。喂你好，人他总会犯错的。然后我就陪他去修照片去了。我本来想说晚上我们一起玩一下的。他说，我说胡大哥呢？他说胡大哥在上班。我说呀，我说六一儿童节还上班啊？他说你以为他多大了？他说你以为他多大了？啊，马上结婚的，晓不晓得？现在不上班，什么时候上班？好，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啊。然后那个就是说，然后我们就陪他去修照片。本来想晚上跟他一起玩的，他说我晚上去打麻将。假设晚上一起吃个饭都不吃，吃个饭都不吃了。很忙的，晚上一起吃个饭都不吃，他要打麻将。对啊，知不知道跟我们吃饭的机会可是千金难求。他，而且 他就这样拒绝了我们。哎，谢谢后退退老师，谢谢后退老师坐着船过来看直播啊。谢谢收成钻石堂老师的人气票，谢谢钻石堂老师人气票啊。我们不会啊，他会。他本来是来群猪票冲一下。群猪票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一群宝猪票。王律师真的没揍我们俩吗？谢谢看不见老师的浪漫列车。他有时候是想，有时候是想揍我们的，啊、但是就是黄律师不一起去打，他不让我去打。我什么不让你去打？感谢看不见老师的看不见列车啊！我不让你去打。对啊，我不让你去打。罗密来了呀，他不让我打麻将，打国粹。那是我的错喽。It's my fault 。啊，现在是我的错喽。你意思是我的错喽？是我的错喽？是我的错喽？对啊，难不成是我的错？是我的错了，快传出去啊！杰尼龟在直播间吵架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是我的错了。等会儿看看人。好，现在人好。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感谢肉丸子老师啊！等我献个礼物。感谢肉丸子，感谢大吉老师啊！什么？怎么了？你刚刚说什么意思？我打麻将怎么了？我打国粹怎么了？你打麻将，你选六一去打麻将。啊，那我怎么办呢？等会儿你说话太快了，我没听清。那我怎么办呢？你怎么办？我六一，我教你打，你教我打麻将。哦，那要是人够了呢？人够了，你坐我腿上打呀。我坐你腿上打。对啊，那是我的错喽。等会，那是我的错喽。那是我的错。那是我的错喽。你说是谁的错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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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是我的错。你说是我的错。看透了，看透了。算，就这样吧。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。分崩离析。感谢洛伊辣酱啊。啊！怎么了？长人了！哎呀，太好了！哎，长人，长人，什么？长什么了？什么意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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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最好跟我说清楚，今天是什么意思？你不说清楚的话，你不说清楚的话，你今天这个直播真的是播不下去了。好，那你说说，你为什么不让我打那个麻将？你六一儿童节你要打麻将？六一儿童节怎么了？六一儿童节为什么要打麻将？那请问不打麻将，我们最后去干嘛了？你儿童节你也想过？我们最后什么都没干，对不对？你少儿不宜的事情你也想过？我这。哎，那么打麻将是不是少儿不宜的事情？对呀，你儿童节你有想过，你少儿不宜的事情你又想做。我已经过过儿童节了，对不对？人生不可能两两就是完美的。我千万不可以。哎哎，谢谢亚米老师，谢谢白老师老师，谢谢亚米老师的薰衣草庄园。感谢亚米老师的亚米庄园啊！好了，那快点，我们快点和好，快点和好，哎，和好一下吧。哎，好啦，老好啦，我也有错。好啦，我不应该。我也有错，嗯，我也不应该就是说，不让你去打麻将。对，你知道就行。嗯，知道就行。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你意思是我错了？等会儿你认错一点都不诚恳，是不是？你认错一点不诚恳。你认错一点都不诚恳。你意思就是我认错，但是我是真的错了。对，那我只是说，我只是什么意思？我只是走下过场，我说我认错了。你跟我意思是我真的错了？你跟我就是走过场，对吧？你给我道歉就是走，哎，结束了，结束，完了，完了，不好意思啊，谢谢草莓太呵呵，感谢看不见老师啊，谢谢贺退退老师，感谢鸭咪咪啊，感谢肉丸子老师啊，感谢洛伊辣酱，谢谢大熊鸡老师，谢谢钻石糖啊，谢谢贝贝福多多，谢谢豆豆云，谢谢辛苦发现，不然人家看过辛苦，不好意思，赶紧去上厕所，行，结束了，哎，嗨，大家好，不好意思，我没看时间。我也没看，我们也没看。就田大哥田着急了，不好意思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。那我们就还是妙妙吧，妙妙，我可以看一下歌单吗？哦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好久没看妙妙跳舞了，我上个厕所。我慢慢，我的荣幸，我的荣幸。好，这样。
我这边选择一个初恋了，叶老师。哦，好，初恋，好的好的，我、啊、初恋，我怕不太适合在。好好，可以的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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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真的吗？你要换，你要换的话可以换。也可以。要跳的话也可以跳，可以跳。很高级。那，你要换还是说就那个？那换一个 rolling 吧 ，rolling。哦，好的好的，那还是初恋吧。Rolling， 我是不是给你们跳过的？是你们的。嗯，好，不知道。都都，那就初恋吧。好，哦、好，那就不管了，初恋了啊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喜欢啦！擦下口水，擦不了口水。那现在罚那个是吗？我罚呀！我都不好意思啊，我。什么？那就你跳个舞叫我名字吧。能跳吗？跳个不会被抬的啊，小心一点。最近很严哈，你干嘛？你不情愿啊？没有，我跳一个。那我罚你这样吧，我们见面的时候你在我面前跳，对着我跳。没事，我见面可以对你跳，我现在跳吧。好，也可以，嗯，把我当那个钢管，就像就是 wave 什么的。什么？把你当成钢管，然后你就 wave 啊，然后挺勾我是吗？我以为你们现在要见面的，见去跳。可以，可以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！我不怕了，还好我没跳，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早知道叶老师跳 rolling 了，不跳了这个了。你还把歌关了，我害怕。我换可爱的，我换可。那不能放大嘞，你小屏能跳吗？要不再，哎呀，那我小屏跳也行。你是要可爱点的，撒撒娇什么的。啊、金牛哥，你们害怕吗？金牛哥，你慢慢沉淀一下，你们好脆吧？卡，他卡了，他没掉。啊，他卡了，没掉。哎呦，吓我一跳。哦，不好意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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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刚刚屏蔽掉。
屏蔽了。屏蔽了。哦，对，确实好严啊，这些。汉文，你跳可爱的，你跳可爱的舞蹈。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夏老师。我现在我站都不敢站起来了。你跳什么吱？哎哒哒哒哒哒的那种什么的都可以。嗯，好。那种可爱的那种小小的，简轻松一点的。轻松一点啊，轻松一点。下属，下属，真下属。轻松一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找一首歌，等一下。嗯，好吓人啊！好吓人啊！这什么东西啊？老铁，那才是健康，那是健康，那又妙老师跳那么就是，对呀，健康的女孩子的美丽。我随便扭动两下，我不擦边。嗯。我怎么会找这首歌？等一下，我换一首歌。跳儿歌吧，今天都只能，那我就没事了，家人们。这是儿歌。洋洋。Alright. 洋洋。洋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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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可以了。哎呀，精彩！对不起，脸都红了。对不起。真是奖励吧？可以，好，我们沉淀一下吧，好好好，沉淀一下，休息一下。辛苦了，两位。拜拜，我快走，赶紧走。好，下次玩。好吓人呐，是不是？是啊，这就是儿歌呀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你刚刚什么意思啊？你刚刚就是说，你刚道歉就不是真心的，是吧？你说我们，你没有，并没有真的觉得自己有错，对吧？稍等。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你就是说，你刚刚就是说我是错了。你跟我认错，你难道觉得自己没有错吗？我认错，我只是在当下那个场景下，我觉得我就是说我应该。那你心里面你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了，对不对？我应该就是说。那你为什么要道这个歉呢？因为我想挽回我们俩的感情。挽回什么感情？因为打麻将一个事情就可以蹦蹦蹦蹦蹦蹦。不好意思，重新打。怎么？因为一个感情，我再来一遍，不好意思。因为一个打麻将的事情就可以让我们的感情崩塌，对不对？你什么意思？我怕呀。什么意思啊？那你什么意思呢？那你什么意思呢？我说我错了，你这是真的觉得我错了？那你觉得我现在应该怎么样？你觉得我现在应该怎么样呢？我现在应该，我跪着给你磕头。啊！干什么？你在这里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？好了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好了，我也有错。你知道你有错就好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刚才就是走一个过场，你真的觉得我有错是不是？哎，有人连我们了。哎呦，怎么吵架不能让别人？怎么吵？哎呀 ，Hello， 马老师。哈喽呀，金鸡龟，哈喽呀，晚上好，马老师，晚上好，周末快乐，六一快乐，怎么说呀？怎么说？咱们来一把四个人去吧，咱们进行一把，可以，踢马老师了，看一下啊，都是谁在？不行，等等，下次还是对下词儿。龙虾终于吃了，哈喽啊，哈喽呀，叔哥，哈喽。晚上好。你再拉一个吧，金鸡龟。OK， 我看一下。牛蛙昨天，前两天也吃过了。晚上好，房子。Hello,
Hello 呀，哎 ，Hello Hello。那咱们这好，拜拜。能不能不要一二三四？我今天真的很没条件啊，各位兄弟们。要搞这些，行子，我最近天天都刷到行子，一波波一天。对啊，我一波波一天啊，我一天都在圈。晚上真没票了，可不可以不要一二三四？那你不一二三四，那我和泰德家吧。杰尼，但是杰尼龟太强了，泰德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你捧杀是不是？我们刚开播，老师，我们刚开播，不要秒我们。对啊，你们两个天票都是问题啊。那我和泰德一起，输的话我俩一起扛。要不然，好。那行子一个人也一队也行。什么？来吧。行，好嘞，一会儿见吧。了。什么意思？刚刚我真的是没有讲完。怎么没有讲完？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，我觉得是要在今天在这讲清楚。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这里看着。好，你说。所以我觉得我当着大家的面，我现在正在直播，我当着大家的面，我应该讲清楚。好，那你说。我觉得得给大家一个交代。你说。我没错。好笑。来，进来，绿老师。你说没错就没错吗？我说没错就是没错。为什么没错？那当然就是我说没错。那你没错，不然你让大家评评理。那你没错为什么要道歉？我们现在正好在直播，你让大家评评理。那你没错为什么要道歉？你在欺骗我，对不对？我欺骗你什么了？我说过我们感情当中不允许出现欺骗。你说我是骗子。对，我骗你什么了？不让你打麻将了，就是在骗你吗？你跟我道了歉，但是你又不承认，这什么意思？这是一种欺骗。我跟你道歉。你道歉不是真心的，对吗？那你对待这段感情，当然了，因为我们在直播呀。哎呀，什么？因为我们在直播呀。这怎么了？你态度有问题。我态度有问题。态度有问题。感谢草莓老师啊，感谢草莓。感谢啊，感谢啊，大人气票丢一下，人气票丢。态度有问题。我态度有问题。对。到底谁态度有问题？感谢小熊，感谢小熊，感谢啊，感谢，感谢小熊的日出相伴。我觉得让大家评评理吧。对啊。你们来说，我觉得让直播间的家人们评评理吧。对啊，到底是谁有错？对，好吧，你们说，到底谁有错？我看一下弹幕啊，不要再吵了，你们两个都没错。谁让你说这种片儿汤话？你说什么？主播不要吵了，我错了，跟你没有关系。找一个吧，情绪给买点好，谢谢拉瑞拉姐老师。能不能推进一点？后面应该是什么？后面应该是哭，应该哭，然后和好，然后吃鸡大和，而且下播，然后吃鸡大和好。谢谢曲找夏天老师，感谢夏天老师到美营地啊，感谢夏天老师，快进一下，快进一下。啊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老铁们，我们下播处理一下。下播。等会儿你拖不回来了。哎，我拖不回来了，怎么办？那你拖你干什么？哎呀，你那人呢？那怎么搞啊？复位也没复位啊？哪有复位啊？你这个人真是好笑，大家坐到哪里去啊？哎，真不见了，怎么办啊？你给我看看。感谢贝贝啊，感谢贝贝，感谢我们贝贝的贝贝庄园。把它搞成横屏，在哪里？镜头，不是，完了，吐回来了。哎呀，白搞。感谢好的优格老师，感谢好的优格老师。哎呀，吐回来了。哎，先确定。确定，好。好，出来，再出来一点。好。感谢看不见老师，哎，可以，哎，不对，反了，感谢看不见老师，看不见老师划船啊，好嘞，感谢看不见老师划船啊，感谢亚米老师的抖音一号，感谢亚米老师抖音咪号，感谢亚米老师抖音咪号啊，感谢亚米老师抖音咪号，抖音咪，假装我们现在下播了，我假装现在，好，我现在下播了，先和好，好，再上播。而且下播了什么都没有是吧？下播之后，一会儿这样，好，
当然哭啊，我酝酿情绪。好，三二一，开播。经过这次吵架，我们才知道对方的重要性。以后一定要多沟通，多交流。我爱你，老婆，我爱你，老公，我以后再也不吵了，再也不吵了。那我可以打麻将吗？我改个标题，世纪大和好。那我可以打麻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哎，可以吵一个月。好了，存档一下吧。存档一下。各位，这是那个什么游戏？那个叫什么的？过家家。过家家。过家家。爱玩。感谢感谢我们可乐老师的。感谢啊，可乐老师可乐划船。划船啊，感谢。夏天老师的夏天长亭啊。感谢各位啊，感谢各位啊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谢谢我们亚米老师。老铁一。发型吵断了，谢谢我亚米老师，感谢我们亚米老师，谢谢我们浩子君，往后念的，谢谢浩子又干了，感谢我们夏天天，谢谢贝贝福米多、哎，感谢我们小草莓，谢谢看不见老师，感谢我们捆洛二，感谢我们老人的家，感谢我们大景景，感谢我们小熊叉叉扑，谁是显眼包啊？辛苦了，谁呀、啊？哎，开个麦啊！嗨，大家好。发什么？第一把取得了严重的胜利，姐们，没毛病。那我们发马老师吧。我们选择马老师，好不好？可以。这个马老师来一个，来一个这个舞蹈吧。谢谢。我腿昨天扭一下，我靠。那你别，那你坐着跳。你我就硬跳。那你别站起来了。相信我，我有自己的招式。放歌，你随便选个音乐吧。好，我选个音乐是吧 ？Freestyle 是吧？好 ，OK，OK，OK，、okay, okay, 稍等。啊，好，好，稍等啊。嗯，感谢我们牧师一举。这是谁的音乐？是过去了。不错，很不错，很不错。再有一个很强的应变能力啊！对啊，航子你来吧，航子。哎呀，我怎么敢罚的呀？没事没事。那你唱首儿歌吧。OK 了，简单。唱首儿歌。对，那个叫什么？啊，什么都可以是吗？对。看这不是橘子，吃什么橘子？儿歌叫什么？姐们，你感觉我曝光吗？姐们，哎，好曝光啊！快乐池塘在中了，梦想就变成海洋。鼓的眼睛，大嘴巴，同样长得像两借我一双小翅膀，就能飞向太阳。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。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有你相伴 ，Leaper Frog。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。自信成长，有你相伴 ，Leaper Frog，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，Leaper Frog，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，Leaper，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，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啦。酷酷的眼神，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，总有一天它会被公主唤醒啦。OK 了，家人们。好，换。
凯文香幼儿园，谢谢大家，非常不错，辛苦各位，辛苦了，辛苦两位老师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没事，那咱们走喽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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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去玩，下去玩，拜拜，拜拜，快，啊，他不是我被拉的，不是房主，所以我们放不大了，铁们，你可卡上点吗？我能卡上。学的，平常就是说，我跟我老公学的，学的还可以吧？什么叫我自学搓麻将啊？那声音大点，有点东西，但是不多。有黑屏哦，你们有强迫症，再涂点吧。吵架吵的就是吵架，嘴巴都吵白了，您知道吧？吵完不亲嘴吗？别吵了，开打了。哎，我们现在是一个现代社会，老铁们，现代社会是不能打架的，晓不晓得？我们是现代的社会了，我们能用嘴巴解决的事情不用手，少不少的，少不少的。吵架，米米站哪边？肯定是站我这边啊。你的爸爸妈妈吵架，你站哪边？不是说我是那个妈妈的意思啊，我是爸爸爸爸。你但是你们又不是爸爸爸爸，所以我只能用爸爸妈妈来就是代称是爸爸爸爸。啊，对，我是，对，是，对。啊，是，就，对呀，那肯定就是站我这边啊，肯定站我这边啊，你站在外边，然后你爸爸妈妈出门旅游不带你，你有一天回家你说啊，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？我们在内蒙古呢。眼睛呢？没戴小卡子，没戴小卡子就没有眼睛了。米米，我的小米，臭米。下一次了，老铁，下次他就要那个叫什么了，做造型了。下次他就要开始剪造型了。对，下次我们要约一个美容，对，约美容。对，米米，我的小米，我的小米，我的肚子，我的嘴巴。我饿了。你饿了？你想吃什么？丑吧。我先吃。米米，我的小米。
你想吃什么？你看一下外卖吧。除了螺蛳粉啊，螺蛳粉，吃个螺蛳粉啊，老铁，没人介意吧？可以吃吗？可以吃吗？而且直播给大家吃螺蛳粉，同意的扣一。同意的扣一。好 ，OK。不吃，整家里胖臭的。下播了，挨打的还是我。你有想吃的吗？嗯，现在还好。你不饿是吧？或者我们等下，出去吃着吃也行。吃什么？吃烧烤，烧烤，嗯，吃火鸡面吗？火鸡面，你想吃火鸡面、啊？也行，也行。你想吃什么？狗粮，那玩具了哈。六月可以海底捞了。你想叫宝底捞吗？我都行，看你。今天不是很想饱是吧？看你，主要是看你想吃，让我一个人吃有什么意思？看我，那我可能再过个半小时才饿。好，我现在没什么食欲，你现在很饿是不是？也没有很饿，那点点。要不吃点肉呢？不行，把它吃了，把米吃了呀。啊，我不吃狗肉。外面不知道，这个相机总感觉它是有点歪还是怎么的啊？感觉越坐越挤，是吗？对，我感觉我都快缩到你怀里去了。那不更好吗？也是，先喝点水垫垫。哦，等会儿吧，太好了，杨幂老师，也没有那么饿了，其实。过一会儿。起码得等你把人气票打完了吧？麦门不吃了，今天刚吃了麦门。哎呀，外面很热，我估计就我那个叫什么那个儿童套餐真不好吃，说实话真的很难吃，真的很难吃，很小，真的很难吃，超级小一个，嗯，然后那里边薯条只有这么大，你吃了吗？不好吃，我吃了呀。啊，那薯条包就这么大，对，然后里边就几根，然后那汉堡也不好吃，对，麦乐鸡块好吃，嗯，但汉堡不好吃，那汉堡小汉堡。真的难吃，我的妈呀，真不知道是那个什么，真不知道是什么。小杨 ，Hello，Hello， 杨老师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我现在开播太晚了，要不是就是没条件，要不就是刚开始，我都不怎么接。他们大他现在都开的好晚哦，你们是越开越晚的是吧？对。为什么？怎么都越开越晚？你这个是自己的头发吗？不是，这个是就夹在后面，啊、就这一条夹在后面分开。这叫那个什么头？水母头。对。很米呀、啊，很米呀、啊。哎，你也可以啊。我。好好，也可以，也可以，有弧度。好的好的，就是说这辈子有机会尝试一下吧。那我们怎么说啊？可以，那我们拉个四人还是两 PK？、嗯、听你的，听你的，听你的，听我的。那我们就四个人吧，还四人。可以可以。本来想说，哎，咱们 PK 一下，但是想想不太好。为啥？也可以啊。这不。不行，我直接开始就跳舞就可以了。哎，你看看有没有人吧。好。我一看。嘟嘟嘟嘟嘟嘟。就行。OK。然后你们大家丢丢那个宝具票啊，宝具票。宝具票啊。什么？饼干碎了。是全部都碎了？嗯，没有没有，我跟他们说话。啊，可以可以。
等会儿吧。嗯，怎么录不进？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完了，我看一下它不进，我们玩吧，也行，也行，也行。嗯、这个点估计也不方便。对他们好多越开越晚，对，都好晚。嗯嗯，那就我们来吧。可以，那我们就好久不见了。可以啊，是，没问题，最后再定。好，就这一把。好的。闭麦。闭麦。米啊，米啊！啊，现在还有多差不多吧，差不多。其实重开也是差不多这个时间了，老铁们。嗯，重开也是五分钟，才七分钟，六分多钟。带米出去啊？嗯，得抱着。带米出去没有地方吃饭啊？吃烧烤，在外面坐着呢。烧烤应该可以了，但是外面好热。是。那吃保底捞肯定是带不了的，最多让你放前台，给你拴在那儿。啊，不行。嗯。不可以的，我。不可能让他进去的。不可以的，我。不可以的，我。而且这么晚了。是的，这个小马的话，他运动量真的很小。对，小马运动量真的很少，他只能抱在手上。感谢草莓啊！昨天老铁，昨天感谢草莓的保时捷。我昨天好心啊，我好心。哎呀，谢谢大家人气票，谢谢大家人气票，加油加油加油！辛苦了辛苦了，各位。嗯，这里怎么卡住了？哪里卡住了？这 PK 条卡住了。我看一下从直播里面看，你手机呢？在我这儿。看手机里面看是不是卡住。嗯老铁们，你们看 PK 条卡住了吗？对啊，我们看卡住，没有卡是吧？你们看没卡？你们看没卡就好。Okay, okay. 谢谢大家人气票，谢谢大家人气票，谢谢微醺骷髅老师，谢谢亚米老师，谢谢小燕老师，谢谢抹茶冰淇淋。谢谢好，行，那就好。OK， 那就行。昨天我好心，我说把米米放出来玩一会儿，玩了五分钟，在地毯旁边拉了拖把子，气得我在那边暴揍。他就是干什么，他就是你吃完饭先等他拉完 trail 之后再把他放到客厅。我想的是让他跑个五分钟，他就去正好拉 trail， 拉完 trail 收拾了我们正好睡觉了，运动一下是吧，就差那么一点拉到外边了。谢谢大家啊，谢谢大家，辛苦了辛苦了，美美第七，咱们七七四十九，长长久久，长长久久，七七四十九，长长又久久。老铁们什么都别说了，感谢各位，太有激励了，太激励了，感谢各位那个米老呀，感谢各位企业家呀，辛苦了，辛苦了大家，老铁，锤锤丝丝揪，长长有啾啾，七星高照，八方来财，对对对对，很不错，辛苦各位了，辛苦各位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 ，Give me love, give me love, need you love, need you love。五百七，我看不到，我们看不到他们的那个。吗？哦，刚刚是七分钟开始的，一、哦、连的是十分钟。哦哦哦，七分钟开始的。OK。你打算吃什么？看我老公吧。看你吧，看你吧，看你吧，你想吃什么？你想吃什么？你跟哥说。想吃什么？你跟哥说。你想吃什么？我想吃味家凉皮儿。那吃不到。你又让我说，我说了您吃不到。那姐吃不到。不行。那你说一个。嗯，我这边说的话，我这边选择一个烧烤吧，烧烤比较近。哪家？你说那家吗？嗯，好热，而且好多虫子。是是，因为它是室外。那就保底了，你实在是不选择选择不了，那就保底了。也行，也可以。手机有电，小熊猫烤串店。保底捞可以，点外卖在家吃啊。看你，我的车吧。
没什么好吃的外卖，小龙虾是不是？小龙虾想不想吃？你想吃吗？嗯，都行，都可以。我也都行，要不就吃烧烤吧，看你想吃是不是？哎呀，你想吃烧烤，咱就吃啊。比较就是那个近，对，也没多近其实。哦，嗯。哎呀，完了，怎么了？尿你身上了？豌豆老师，我一条腿又没了。你说说，你说你这做了什么事儿？人本来就只有一头腿，人本来就只有一头腿了。花生什么树啦？要不咱点点烧烤，我煮个火鸡面再吃。哎，太难听了，别吹了。放屁呢？怎么样？我刚才说的，嗯，没听，没听是不是？你什么意思？你说要点就是点烧烤，然后搞火鸡面吃。哎，我怕你太麻烦了。这有什么麻烦的？嗯。其实可以，就出去吃吧，就出去吃，我们就找个有空调的地方。好，可以，是吧？可以，找个有空调的地方吧，嗯，不然太麻烦了。如果这边搞半天，因为洗碗，我心疼我老公啊。碗我已经洗过了，但你就搞完是不是又要那个？很快，两分钟洗完了。真的吗？对啊。你想吃吗？又我刚刚又说要出去吃，你又说很快。可以啊，谢谢杰林，谢谢豌豆的老师。他把你腿扯了。哎呀，讨厌，别说这些。他把你腿扯了。哎呀，别说这些。还给他送那个抖音豌豆号，哎，抖音豌豆号。他把你腿扯了，腿扯了，他把你腿扯了，他把你腿扯了。好啦，可以了。告状，告状！哎，来来来来，那就吃保底捞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正好六月，咱也有那个券儿。好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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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吧。感谢豌豆老师的抖音豌豆号啊。好吧，你说的是好吧，不是好，你是好好好，我想吃，我好，哥哥，我想吃，我们可以吃别的。我好，好，好，可以可以。怕你不想吃，谢谢豌豆的老师。感谢小燕老师，谢谢 Hot Yoga 老师，感谢看不见老师，感谢 Yami 老师，感谢大林池面老师。你先念，你先念。谢谢微醺可乐老师，谢谢抹茶冰淇淋老师，谢谢肉丸子，谢谢草莓太哼哼。飘屏不让飘啊？真的吗？等一下，我先把 PK。怎么了？怎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我们弹幕那个。粉丝的事情OK 我们这里卡了，但是他们说他们看的不卡，真的劝了。没有啊，我们是吗？嗯，行，是我们赢了吗？嗯，那最近有没有就是说，因为很久没有看过我们小杨就是个舞蹈了，今天这个水母头的话就是有没有这个比较就是说适配的一个舞蹈？有啊，那个太多了。小特色的，哇，这个好可爱啊，这个抄袭我，这是我的音乐，这是我的。那我就浅浅来一个吧，浅浅来一个。OK。What you gonna do? What you gonna do? Yeah。生命经过句子位，我开始到处打听你是谁，我感觉有点微醺，这地址被他们真心空后暗地欣赏你的美，的确藏着无惧。
你是谁，我感觉有点微醺，这地址被他们真心恐后暗地欣赏你的美，地区放着舞曲你小声跟唱，哎漂亮是因为唱在你的身上，像是漆黑的夜晚走进一条声响，我要的你都有，没让我失望。哦，你没有看我怎么知道我在看你，现在拉近我们的距离就不到8米，怎么解开你的这是个难题，喜欢你的温柔也喜欢你的叛逆，你出现我的内心开始变少有雷鸣，能够为你做到的是骗他去坚定，快来到我这里让我填满你空虚，当我看着你的时候现在对你说很有氛围呀、啊！我的妈呀、啊，这首歌叫啥呀？小杨，这首歌也好好听，叫橘子。橘子，哦、对 ，T G T。跳得好，歌也好听，真会找。继续的。错、啊。哎呀，辛苦了，我们小杨。辛苦了，杨老师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下次一定挑战你。可以啊。好嘞。一定赢。嗯、没问题。可以、啊。可以、啊。你播吧。玩的开心，拜拜。嗯。我知道，恭喜酸奶老师！怎么不会说呀？这么大的事儿，这么大事儿，生出一个小酸奶！哎哎，你听说了吗？你听说了吗？你听说了吗？小酸奶出事儿了！妈呀！你听说了吗？听说了。天，很瞩目的一件事，很瞩目的一事件。突然的啊！恭喜恭喜恭喜酸奶老师！恭喜我们酸奶老师！最后接一把，最后接一把，我们出去了。好，接下皮主看。Hello， 我还期待着下呢。不是那个立牌，明天到，明天到，老师。什么意思？哦、是吗？对，明天说明。配个娃娃站在这里呢，我说。我靠！又换地方直播啦？谁呀、啊？不是，就是这个地方呀。就是这个地方。OK， 那怎么说？我们来个双人还是四人、啊，老师？那你啦，你说。你啦，你说。这个八连胜有点可怕不？哎呀，我们杰尼龟嘛，我们打那个随机让人给拒绝，挂了。随机让人拒绝了 ？OK， 你们应该，我感觉你们应该从来不会随机。那你可说错了。那你可说错了，我们经常随机的。对啊、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那就是说，这把你们输的话，能不能随机，然后直接就是开始互相抱到一起，说，然后对对方说着情话，然后给对面看。玩不起，我玩不起。好啦，骗你的啦，我们不会随机啦。哎呀，从来不随机的。好了，从来不随机的。我没那个勇气。啊，他们说你们要随机，我的天，哎，我的天，居然有人说是双胞胎老师，那这样就觉得是双胞胎啊，这发型衣服有点像啊，老师。一米就很像，一米就很像。让你随机这样子，不是让你对着我这样啊，老师？哦、这不是随机吗？我以为刚才随机 PK 了一把呢，不好意思，他们长得越来越像了，是的，就像我的猫跟我长得也很像，老师。你跟他亲嘴、啊、好心酸、啊、我听着那怎么说，我们四人还四人，你看一下拉不拉得到吧，他们感觉现在拉 拉不到什么人啊，为什么，就感觉他们上播都很晚、啊、你看看你自己上播几点钟嘛、啊、我一直都是这个时间，我没什么变化，是吗，啊好吧，嗯，那看看吧，我看一下，为什么呢，你的敏感的你竟然能感觉你飘屏跑到头顶去了。Hello， 龙龙。Hello，Hello。我再拉一个。你再拉一个吗？嗯、我还说我再拉一个呢。我拉。他好了吗？嘴不硬，杰尼龟的那个左边这位叫什么？这好，这不好了吗？嗯。他之前不是生病了吗？好了好了 ，Hello 太阳 ，Hello 太阳 ，Hello 小吴小王，小吴小王，嗯，好了好了，你好小太阳，那咱们要干啥？咱们要干啥？皮皮猪说，皮皮要干啥？他传的局，他传，我什么啊？不是吧？那个我们分不分队嘛？
那我跟夏太阳一组了。怎么说，小吴小王？可以可以啊，没有意见。可以可以，我们的游戏跟皮老师一对，没问题。可以是吧？那 OK， 那我们就输了干啥？输了再定吧。可以，我都行，反正。是他都行，他可以就是做几个都行。啊，只要你不要把我头发搞成那种赛亚人头就可以啊。不知道，反正一个小吴一个小王，我管他谁呀、啊。这个光线会不会太差了呀？显得那闭麦了，我们。好。哎呀，卡壳了，不好意思。恭喜钻蓝老师啊！恭喜，非常不容易。这个，哎，我这有没有搜的呀？我记得有一个那种小酸奶这个馅儿的，我不记得了。只有大菠萝啊，没有，真可爱。恭喜！第二个小酸奶，老铁，我们现在看到飘屏，如果有老师飘屏的话，你这个就是说可以在弹幕给我转达一下。感谢草莓老师的浪漫草莓营地，酸奶二号，酸奶二号，妈呀，我的妈呀，小小酸奶，哎，我的妈呀，哎呀，开不开心？嗯，我去给他喂点吃的，好幸福呀，肚子都扁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酸奶老师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这确实，虽然我没有办法体会到，但是我知道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，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。辛苦了，各位 mother。比老鸭孵了个蛋。哎，我可以看到，就是弹幕里面的。感谢草莓，草莓太呵呵的与你与草莓相伴呢、啊。感谢草莓太呵呵的日出草莓伴啊。日出草莓伴。帅的老师说，就是米老鸭孵了个蛋啊。太厉害了！太厉害了！真的很伟大了。嗯，我觉得很厉害、啊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很厉害，谦虚。谦虚，谦虚，谦虚！恭喜恭喜！人儿，这是很多人儿。对啊，很多人。很多人儿。对。对呀、啊。对啊。哦，不好意思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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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先定个位置。要定是吧？你可是尊贵的黑卡会员。对呀、啊。黑卡会员。哎呦。我这个弹幕这个上不动了，感谢小草莓啊，感谢甜瓜老师的小烟花啊，万象甜瓜。Baby don't wait exactly， 黑眼会员也排队啊。感谢同桌上的石铁仔，感谢铁仔仔的保时捷，感谢我们 Hot Yoga 老师的抖音酸奶二号，感谢看不见老师的看不见花肠，感谢雨桐一模式装的小花花，真难用。M M M H H M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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怎么定啊？怎么定啊？我可没定过呀，你出去打个电话给他们。那你的服务员都认识我们了，我们这我们一共就我们一共就去了两次，加上上一次三次，小程序上可以，他说 OK， 我们一共去了两次，第三次去的时候你们知道吗，那个服务员说，哎呀帅哥，你们两个帅哥今天戴了口罩我都没认出来，感谢鸭咪咪老师的鸭咪飞鸭飞鸭年华，鸭年华，感谢鸭咪咪老师啊，感谢鸭咪咪老师，鸭年华，鸭年华
感谢月月老师的热情小伙，感谢贝夫的比心老师，不是比心老师，贝夫老师的比心，感谢仙气翩翩的真的爱你，感谢贝夫的花开，感谢文文的保时捷，感谢文文的开着保时捷啊，感谢老喵喵坐着小船，老喵坐着小船过来看看直播啊，感谢我们北北坐着小船过来看直播啊，感谢我们，感谢我们大景啊，就是那个就是坐着小船过来看直播啊，感谢我们可乐的可乐列车，感谢我们小小的保时捷。高端什么高，这什么高端局啊，宝宝打个电话。好的，去吧宝宝。感谢各位，感谢各位，辛苦了辛苦了。感谢我们亚咪咪老师啊，感谢我们 Hot Yoga， 感谢我们看不见，感谢微醺的可乐，感谢草莓的太轰轰啊，感谢老喵喵，感谢大小景老师，感谢北北米嘟嘟啊，感谢通中上的石铁斋啊，感谢我们小小啊，辛苦各位了。待播待播，Hello， 那怎么说？ Hello， 怎么说？龙龙说，我怎么觉得我卡卡的？是我卡了。夏太阳说，我说啊，那就才艺，是我卡。那才艺好，可以吗？那皮皮叔才艺一下吗？可以啊，那我开始唱首歌呗。好，可以可以。跳跳舞吧，跳舞啊、哦！我想看跳舞。哦，好，跳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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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跳舞的呀。啊，跳舞跳舞，卡了卡了，延迟了咱们。好宠啊！真是，哎呀，想看什么都什么不能看呀，啊、真是太宠了。来吧来吧，哎呀，晕倒。那怎么说？那我跟那个杰尼龟都跳舞是吧？我们都跳舞啊。好，嗯，好，可以，那我们一起跳吗？行啊，可以啊。那我们放个音乐，我们就是三个人一起跳，好吧？别啊，老师，你的音乐不会呀、啊？就这样子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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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分开分开分开，那音乐你先吧，你先。我先，我先。跳什么？我都不知道我会跳什么舞了，已经。你什么都会呀、啊，舞蹈大师。等一下啊！怎么安静了，老师话都不说一句啊？跳得好，是挺帅。现在好了吗？
什么？不好意思啊，没开麦，对不起。现在有歌吗？有啊有啊有啊。也得忙碌，也得忙碌，太忙了，太忙了，是是，也得忙碌，也得忙碌，哎，给自己麦闭了，一年舞都跳完了，行，好，自我网路有点不好，辛苦哥，辛苦哥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我们了，辛苦皮皮猪了 ，OK OK， 那我们就沉淀了，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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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好好好，拜拜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老跟那个什么没有明天跳混了，没事，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动作，你跳就完了，是，是不是？没忘，没忘，怎么会忘？烦死！现在海底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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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老海底捞都不让定位，你脑子里就是想着海底捞呢。现在宝底捞都不让定位了，就是想着宝底捞。没有，老铁，现在就是想着，脑子里就想着宝底捞，所以其他都不记得了，其他都不记得了。没有，是不是？没有。哎，定不了位置。那怎么说？我们是直接过去是吧？但是你说直接过去，万一他给我们安排在那人很多的地方怎么办？你跟他说订包厢不行吗？这么晚应该没有包间吧？你没问你怎么知道没有呢？因为我打不通他的电话呀。哦，那我打的试试。我打不通你就可以打得通？那你怎么那么牛杯？你怎么就那么牛杯？我就是啊。哎，我的牛杯了。你怎么那么牛杯？他都不接我电话，烦鼠了。你怎么搜的是北京的呀？你也去北京了？没有，他这个 APP 有问题，老给我订到北京。那电话在哪里啊？ Troublemaker， 这个。别的店呢？为什么一定要是他们店呢？对。尊敬黑海会员。是有可能今天是人很多，今天周五没包厢怕吵到别人啊。对啊，但是也其实也无所谓，我们也不会在里面就是说很大声的干嘛了，来吃啊。我打个电话问一下。不用，这有什么？这可以定，这可以定。哎，怎么是能定明天的？你订满美团和支付宝可以订是吧？美团和支付宝实在不行就直接去旁边吃算了，旁边随便吃点东西算了。哦，可以，这个也只能订大厅。这么晚应该都没有包间。哎，叫去旁边吃个烧烤算了。哎呀，那么多磨磨唧唧的。走啊，老铁，去旁边吃个烧烤了，出去再给你们播。好，不用无敌了，也可以用，不一定非要用无敌啊。我还有号呢，我可以用日常啊。啊，有没有关注啊？就这个吧，就这个吧。啊，就这个了啊。那个无敌姐，你估计他
不用无敌金龟了。对啊，无敌金龟怕它烂了，看情况吧、啊。我没有很想吃，我没有很想吃，吃什么都行，吃没吃烧烤蛮好，就我们家楼下那个烧烤蛮，也不是我们家楼下了，一点距离，就是那个烧烤也蛮好吃的，嗯，不远主要是，对，好吧，对，主要是不远，所以有点害怕，嗯。谨慎一点吧。感谢我们鸭咪咪老师啊！谢谢 Hot Yoga 老师啊！感谢我们看不见的，谢谢我们草莓太呵呵啊！感谢我们豌豆豆老师啊！谢谢微醺可乐老师啊！感谢我们小燕儿啊！感谢我们大熊精老师啊！感谢绿蓝酱啊！感谢曲老小天啊！感谢我们六丸子啊！感谢小小老师啊！感谢我们老喵喵啊！感谢贝贝米嘟嘟！感谢我们大力吃面的！感谢我吃冰淇淋！感谢雨桐一模是装的！感谢 LZ！感谢我们收场钻石汤啊！感谢这句不用加哦！感谢我们天挂了！感谢豆豆兵啊！感谢我们预言放弃水果串！谢谢香看香菜君的！谢谢小鱼小熊唱 rap！ 谢谢萨西米罗！感谢银质呀！谢谢奶绿老师！感谢我们麦乐风啊！谢谢同桌上的实体仔！一会儿见一会儿见，老铁！你要是爱吃螺蛳粉就好了。我爱吃。我们俩就一起吃螺蛳粉。你把脚吃了呗！好香！这脚反正就是你拔下来就是你把吃了吧，把这个脚吃了。烤吃了烤鸭腿子，好吃了烤鸭腿子。那个螺蛳粉的汤泡是炸蛋，泡炸腐竹、花生米、酸笋。改天吧，改天我偷偷给大家吃。一会儿见吧，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，拜拜。